哇，这大鸡腿啊，特别的软烂。大儿子啊，今天想吃什么？猪脚饭。吃猪脚饭？对。还有牛腩面。还有牛杂面。可以。还有酸菜鱼盖饭，是不是？都行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走吧。走。你好，老板。来，我们两个人啊。好嘞，哎，哎呀，猪大肠、卤蛋、鸡腿，哇，大猪肘，太有食欲了。点餐吧。儿子，你吃猪脚饭了啊？那给我来个鸡腿饭。好，鸡腿饭都是咱家招牌。嗯，然后我看我一会儿再加点小菜。好。嗯。小菜自选。好好，3元一盘是吧？对。猪脚饭首先必须得加入他家这个属于辣椒酱，这个属于是猪脚饭的特色吧，是不是？你配呗。来，端起来，来，里面有蒜泥，有辣椒啊。哎，嘎嘎好吃，是不是？今天我点的是鸡腿饭，咱也加入这个辣椒。老板如果看到我加的多，有可能得说下次你别来了。看看这个大鸡腿有没有食欲，来一口辣酱拌一下子。对，还有半个卤蛋。我儿子吃的是猪脚那个猪肘的是吧？嗯。但是我吃的是鸡腿的。老板，有大蒜吗？有，桌上有。必须得配点大蒜吃，这才香，是不是？必须的。老哥，吃完了再来一点儿，再来点，你吃啥自己点啊。嗯，好嘞。啊。哎呀，又是一顿饱餐，我感觉我儿吃的比我快呢。咱这边都完事了啊，你快点。哎呀，老板，咱家的鸡腿不单卖吗？单卖。多少钱一个？给我来一个。好，那这先打包再吃。在这吃。哎呀，嘎嘎香啊！但是这一盘饭我没吃饱，我想再来个鸡腿。又来个大鸡腿，这一个大鸡腿是12元的。嗯。但是真香啊，哇，过瘾不？咸淡适中。特别的软烂。太香了，老板买单。